嗨，Hello，嗨，好漂亮哦，这 Kevin 很专业的视频师，就是说，因为他隔音也不会很好，对，因为他跟张展是在一起，你看那个玻璃，对，这个玻璃其实，他隔音效果不是很好，可是我在我们一般家庭，他本来隔音就只能这样子，哦，对啊，妈妈就是。把它融入家庭化，它是一个很死板的那个，对，哦，剧院这样子，对，哇，这喇叭现场看好漂亮哦，确实不错。那现在只剩下这一个调味师，对啊，这个新的古力奇对不对？它是，哎，它算是旧的，不对，是旧的，新的是有一条线的，新的我等一下带你看一下，好啊，它的旗舰，哦，旗舰就变银色了，啊。那个是楼梯电梯。那个，你说那个吗？高空作业车啊。高空作业车。嗯。把楼梯丢下去吗？不行啊。我们好像电梯。对呀。好好好，对，这边到时候会是一个大的电视，对，这边是个大电视，这个大电视应该是哦，是85寸，不，77寸的，哈哈哈，77寸的，对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就是音响会整个融入哦，家具里面，家具，对啊，我那天看100蛮好看的，古力奇那个。那個还有 JANO 对不对？欸、对，那个都在这里。对啊，还蛮好看的。就是我把它放在这里，那就盖上一看，就是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第一做的动作。然后这个也是放在这里。对，这是真空管。对，能看到这里的真空管。对，这个好像没看拍到有吗？然后我拍啊！我比较看到这个比较多，这个后续的。这个声音还好，大家都说它声音不错。真的很好奇耶，这个。嗯。欸 Kevin， 来听看看这个。Somebody to know, somebody to have, somebody to hold. It's easy to say, but it's never the same.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numbed all the pain, and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, and you'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. I let my guard down.对啊，哦，有哦，厉害哦！哇塞，太香了！这个沙发好酷哦，这么大。对啊。哦，这都是可以定制。哼。哎，灯也好漂亮哦，这个灯。嗯。这淘宝买的哦。是虾皮买的，多少钱？2000多块、啊，这么便宜，好漂亮哦！搭配起来还很漂亮哎、欸，我也想去买一只。放的啦，啊，放过去还会有的。哈，那天看那个脚架，淘宝买的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我看很久，这个好漂亮，很漂亮啊，它不便宜，而且不便宜，对对对，对，嗯，漂亮。这运到台湾也快要10000块了。你说整组10000，还是含运费就10000？含运费。哦，那可以哦，这样还可以。大概是1600人民币。对对对。对，它很重。对。它很重。哦。所以应该9000八九千可以用的。对对，很漂亮哎。它蛮重的。对。这样10000应该不贵啊。应
概是实际上在七八千多左右。那算便宜啊。对啊，因为很好看又有质感，而且它那个比较小，角柱真的很漂亮。它有附很多组，你可以把它放成很多组，因为它很多角片。对对。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，它又可以当成一个，它变化性还蛮大的。对。它可以一直再叠上去。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过的啊，是是是，那是台湾总代理，很漂亮哎、欸。他这个二代是就多了这一圈，特色。后面的接头也不一样啊，是是。欸、可以转到后面了，看他这有多一个 Atomos 的线，对，哦，他这个天空声道只要放在上面，然后就只要接这个线就可以，对，他线是其实在内部这里绕过来，对。大家都说假的，中国的假。你看这灯好漂亮哦，这个灯。这是很美式的。哈。我觉得这好舒服的。不会啊，这很好看啊。但是你看，不是你喜欢的坐感啊，这种无法接受，但我很喜欢这种型啊。是是是。那我可以买这种灯吗？你那个高配配这个灯很诡异，然后像他这样的美式沙发配这个灯很好哦。还没有。哎呀，前面这样子，这点示范给他一看，他可以移出来。真的不一样。可以移出来。移出来。不是。往前滑吧。往前滑。哦。对，很多人做这种，真的哎，小心往前滑。对，给大家家具店工作嘛。对啊。好，躺下来。哟，你才刚来哎。好，可以的，谢谢。那它这个也防泼水耐脏，对哦，防泼水耐脏，它是台湾制，是，我们都全台湾制。哇，真的好多好多东西，还好哎，是，我就因为刚用而已，它后面一些吊灯跟摆饰都还没进来，对，我还好，空间真的很大，可以这样摆，很多东西都还没组装起来，是，嗯，这一区就是属于。有的是大部分是需要 DIY 的东西，那这边都是大陆区，是，让客人比较一下，对，东西哪有不同，你要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团队找到，好，都去，这样采光好，真的随便拍都好看，对，采光好，对啊，对。它就比较适合放一些比较日系、日韩系的东西。对，有木头地板，对。嗯。它也是大陆做的，这只猫抓的。猫抓，我觉得猫抓比较喜欢，比如说人会喜欢，要不喜欢，大部分人都不喜欢。它看起来会有皮，要塑胶的。那个布，那这是皮，那是布，难怪哦。哦，这是皮哦。哎，这是皮。我一直以为是布哎。这是皮。哎呀，这应该更好维护这个皮的嘛。对。基本上都还不错。哎，猫抓布也不会比较难维护。不会。有点凉。有点凉吗？我觉得有点沉的。那像我们这种也都是可以改的，就是你不要改成。猫抓就改猫抓，对哦。那你跟他们说，哎、啊，怎么没有皮的？那、啊、我们可以改换成皮的。对哦，像这种皮的吗？哎，对，换成皮，那我们可以换成真皮。哦，是是是。这个也是皮。对。欧洲人他都喜欢很壮的腿。对啊，是很腿的呀，感觉的。对。我们的主力就是床架，是是是，对，就是那床架应该是放最多的，对，家具店不会放这么多，对啊，设计型跟制定款的床架，对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哈哈，这个也可以改颜色啦，改颜色改材质都可以，哇塞，像这一组我们全装店我放的就是，哈，然后让它分开多一点，对。
这是接验用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嘛。对，那、啊、可是我陆续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是在里面了、啊。对对对对。排架。你好可爱。好。它、啊、这里灯不够亮，我叫水电在家。是。从这里开始照顾水。哎，这个人是，这个人家买走。这是也是古力奇哇，还有是这个，这个是本来之前去过，圈很大，是，我看看哦，金色的，妈妈，这应该传统音响，这个也很漂亮的这一个，这也是碳纤维的，就那个赛车的那一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漂亮啊这个，这种是我是全世界第一个，消光黑超漂亮，这是麦拉伦卖什么麦拉伦？麦拉伦限定版啊，跟古力奇合作的，那都不用讲。它的底下更好玩，它底下我记得是跟轮胎有关系的，你看，对，还真的，对啊，还真的，真的啊，虽然太讲究，太讲究了，它很多细节都很厉害，它后面也很厉害，后面5万多块。五万多块耶、对啊，如果不是麦拉伦限定版2万多块，是啊，一倍的价格，哇，联名款，它这细节真的做得很漂亮，所以这个唱法是铁三角，是的，对，铁三角是展示给他的，这些主角好，哦，不含五万不含这个，是五万多不含这个，这个好像才6000多块吧，也不贵，哇，漂亮。哎、古力奇真的做得很适合放家里哈，对，这样配刚好。对，它、这个窗边还故意找黄色的，真不赖。我窗边故意找黄色。对，这配得真好，有那个赛车的感觉。也有橘色的，配得好。对，看它这个也是有展示。它这个是的，古力奇的那个蓝牙耳机，哦，跟麦拉伦的。对，是，哇，是。这怎么很像那种3C卖场哦？我觉得他这边根本要转型卖音响会很棒。对，装饰都这么。以后会很多，会不会很多那种3C配备的那种、展示？会很多，会很多，真的很棒啊！看到怎么办？因为2楼还有空间。还有2楼？我还有2楼，而二楼没这么大，2楼大概就80几平了，很大哎、很大。这是什么？这水壶。那是水壶，哇，古力奇的水壶，对，古力奇的玻璃杯，好可爱、他们设计感真的好强哦、对，好可爱、很漂亮哎，天哪，你怎那么多 CD 啊？那不是 CD， 那不是 CD， 是哦，布啊、哦，我一直以为 CD， 对，那是布卡，是，对，布卡，对，你有仔细看，想说，哎、那配起来蛮搭的，可以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啦，是，让人客人选那么多，他其实会。对，会很多选择障碍啊、哦！我懂了，都喜欢，然后很难选。啊，像你那一种东西都可以换，就是每一款你都可以换组，我这些的。对。把你身体很好玩。对啊。好，站下来。嘿，那你不要这样玩哦，不可以这样玩哦。这是。就是你可以坐前跟坐后啊。对。哦。就我们澳洲，它设计都是会设计沙发床的样子。哦。对，哇。你要盘腿上去坐，对，很深。那你来，那你来，我来录一录一下，来录一下。对，像这样子，我表演这个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们欧洲设计好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喜欢在沙发上，所以躺。对，他躺在这样子，那、你觉得客人来，你不适合躺这样子，我们就做成像 Kevin 这样。哦，可以这样的，好厉害哦！这个我就是我喜欢这个。大家会觉得，他
太过身，啊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他身材舒适哦。他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做，对，然后他摆起来又大气，对，重点是家里空间要够，因为他深度很深，真的哎，真的。对，他可以定制尺寸，可是他不把它缩小，他整个比例就会改变。哦，了解了。他只能可以缩小。对对，一般沙发我就越深越舒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一定。通常好做的都是高背的。高背的啊，嗯，了解。腰有支撑，头有支撑，对，好像那一种。可是就没有办法那个都兼具，像这个就很好看，可是它就是不是高。哦，对，这好看的，比较难有那种兼具的，哦，它好看又好做的。对，嗯，对，我了解了。通常低背都是好看。对对。哦，对，低背好看的。低背啊，像里面那组大组的就是好看。对对。好好好，那好，我们去看，走走走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好，来，小心小心，我们去后面。谢谢爸爸。嗯。哎，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个沙发坐，不是这种动的。哪边？坐的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可以问问看，你坐哪一个？那个。这个是复刻版，这个我超喜欢。是哦，它是一个英国品牌的复刻版。嗯。左边就是我要充电动的，我要充电动的。等一下。哦，对你来这是对的，适合当 model。对啊，就色彩配的真好。好好好 ，OK。这也是它特经典的配色，这样，这做牛皮的这种，这个很脏哦。但是像那个防泼水布啊，没有脏的，就是应该是说现在布都有做防泼水，你就是拿湿布擦就可以了。反正你要换成那种猫抓布。不，哎，其实不，因为现在所有的布都有做防泼水。可是如果有一个饮料滴下去的话，你测试有镀膜吗？你的车子有镀膜啊？没有没有镀。那你知道镀膜不是下巴都呈现水珠吗？我知道我知道。那，啊，现在它的布都有做这样功能，哦，是这样。你饮料撒上去或者酱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墙壁也漂亮哎。对，我好喜欢。对啊，而且很想去摸。像我是有那个手粉。哦，亮粉，对，它，嗯，看起来会闪闪发光。哎，这个如果用来当那个电视后面的墙，应该很棒。啊，对，很漂亮。不想这种，会想摸吼。这叫什么砖？肯定是什么砖？就是建材，我不知道。大家等我问他。你躺下来一下，借我拍个照。对对对。怎么了？我发现这个漂亮，好新啊！我觉得这个最漂亮。啊，对。我自己那个。这个很漂亮。因为你大陆地方就是要配这样的沙发，跟美式啊，然后矮背，对，就是机能型。好美哦，这里。以后有这样的场地跟挑高有没有？光挑高就很难。对呀，啊，真的。我们可以节省一层一个楼层这样。对啊。还好啦，如果挑高一半的女孩。哈。就是。你在想象是女主人是吗？对啊，我在想象是我。哈。好美丽啊。你懂什么叫很美丽吗？
很美丽哦。他只是喜欢爸爸讲话而已。好美丽耶！好酷啊！比较舒服。这个灯是成装饰的。对啊，它很漂亮啊。这边没什么太大照明效果。对，这让空间变得比较，就是很装饰。反正它这个设计感很强，很好。嗯，对。他刚刚说这喇叭是鼓励卖，鼓励起二。我的感觉是音响店。哇，它跟汉仪合作那么多。对啊，这个我也没有，我没有。看，你帮你拍照，那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那我来拍照。那这个有，它这是凉感的，而且很舒服。耶！耶！哎，这床感觉比我们家舒服哎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碰看看，这是凉，这是有点，你用脚碰看看，它这碰起来会冰冰的。真的假的？那现在凉感布的话，就是做这样子啊。欸、真的、欸，你脚放上去的，我在穿袜子，冰冰凉凉的。我在穿袜子啊。我说你的腿碰上去的，你坐上去的时候你碰上去。欸、真的、欸，现在凉感布都是这样啊。那我在跳，爸爸说不要跳，不行跳。妈妈刚刚是不是讲过了？还没有、欸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会冰冰凉？是凉感布啊。对，很舒服哦。做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家可以换掉吗？我之前就跟你说啊。但是我现在很多沙发的布都有。哎哈。哦。有加凉感纱就很舒服啊！哇塞！而且它又比皮的好照顾，嗯，又不会龟裂、嗯。对。但是我们家那个床垫，一起还有出高尔夫的。高尔夫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可能运动用的吗？是啊，那个 T T V Pro 也是。蓝牙喇叭，这个是复古的。嗯。这组也好漂亮，这组很漂亮，还有遥控器。运动款应该防水的，那一般这种材质防水。这个是破许的，啊，破许的，没有回应。哦，我说他就不想干了，他不是回应。这个茶叶啊，这么一点够？够啊，这蛮深的。一般我们泡茶不用那么深，茶叶蛮深的。对对，绿茶叶的。